我今天要提案的内容是亚洲人权法院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有个网站，长得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有英文、中文跟韩文、日文，对。所以说，第一个我们要征求设计师。如果你看这个这样的一个网站实在是很不舒服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很适合跳这个坑。然后呢，也欢迎大家去 follow 这个粉专。那你知道就是人数现在只有450个人，一人一个赞，我们很快就可以破千人了。然后在下礼拜周末的时候，在台大哲林馆，会有这一期的人权法院的叫什么开庭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报名，就是你要来，应该叫盘庭吧，然后。你可以来这边盘听吧，然后我们也在征求志工，然后如果你想当小编的话也可以跟我联络，因为这个粉专我相信大家希望他很活跃的一个小编，那个小编现在只有我而已，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下一位那个淑丽，不过那 Andy 跟阿旺准备好。